享哦。这一次呢，帮大家进了很好看的小外套哦，而且是很可爱的颜色哦，橘色。我跟你讲，你在外面一定买不到这个橘。然后除了橘色呢，还有帮大家进了这几个颜色，做了这几个颜色，有没有都很可爱？有没有很可爱？这种小外套非常非常实穿哦。然后这一次啊，就特别帮大家选几个比较卡哇伊的颜色，它是属于比较中短版的型。刚好是落在你的裤头，说短不短，说长也不长。这个女色超级可爱，外面买不到。它这一款很可爱，你看它手袖是这样开叉，这不是破掉哦，这是故意的。OK， 这是故意的。然后呢，中间就是一个简单的造型，一个小拉环，很好看。这件我自己有买，而且我还买了两个颜色。小外套超好看，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小外套了。哦，小外套除了这个颜色呢，还有你们最爱的黑色了，你们最喜欢的黑色，黑色穿起来蛮好看，它就是比较基本，然后它这个拉链其实它是用很好的金属材质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亮哦。黑色的部分，黑色就最显瘦，然后袖长也都不会太短哦。然后刚有讲袖口是做这样子 V 领可爱的切口哦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有没有？然后帽子，它帽子也蛮挺的。帽子是可以戴的，帽子是真的可以戴的，不是假的帽子哦。好，这是黑色的部分，然后整件它是螺纹的。尺寸呢，我来帮大家测试一下、哦，看拉起来的部分。来，拉起来都还有这么多的空间。哎，这裤子真的超弹，你看，整圈都是弹的。好啦，你看空间都很大，所以 S 一样 S 到 L 都可以穿哦。黑色又要剁手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一系列的外套还有衬衫会让你们买疯了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我个人也超爱的颜色，就是绿色。这一款小外套的颜色实在很强哦，就是黑白绿橘四色都是非常卖的颜色，就是一穿上去就觉得哇，好好看哦，就是好想买。那这种东西呢，是人都想买，因为它就是基本款，就是买了又不会担心说啊要退货不能穿啊或者怎么样的，这就是很基本的基本款，没有很美。